地？我不能碰你，还是你不能挨我呢？赶紧坐过来，快点儿，看你的死人样！再往过坐，这儿挨着我。哎呀，行了，二平，我今天叫你过来呢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下你跟青青的红事。阿姨，我感觉我跟你家青青成不了。你咋说话呢？啊，咋就成不了呢？就是呀，二平，为什么呢？那你家青青脾气太差了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而且呀，而且脾气太暴躁了。老爱动手，那你也知道，你刚认识我那会儿，我200来斤，那现在给他打的都160了。说别人被打的是打到膨胀肿，把我都打瘦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，二平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刚开始过日子都有磨合期，过了这个磨合期呢，就好了。以后青青他会改的，我不信。那江山易改，本性还难移呢。那再说了，你见过哪只狗能改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咋说话呢你？青青，咱以后会改是不是？啊妈，二平，我发誓，那啥。以后呢，我就改，啥也不跟你争着干，不跟你争着做，啥都宠着你，只疼你一个人，只爱你一个人，行了吧？你看我们家亲戚，那处处都让着我呀。啊，处处都让着你。对，那还行。什么？那挨着我坐。那就你们挑个合适的日子。行吧，那就4月7号吧。啊，行行。二平，这结婚之前你就够窝囊的，这咋结了婚更窝囊了呢？哎，我听说你媳妇那会儿跟你结婚之前是这样说的，结婚以后啥事儿都让着你，不是这样说的吗？那可不让着我，那洗衣服、做饭啥都让着我，下地干活也让着我，啥活都让着我。行，你慢慢做啊，我家里头还给我老婆备了饼，我先去忙了。秋秋，秋秋，哎呀妈呀，这是知道我要来，为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呢。我跟你说，你这菜呀做的太好吃了。那不是给你吃的，我就进去拿了双筷子，咋就没了呢？那啥，那你现在重做一份吧啊！我呀进来的时候我是肚子特别饿，所以我给你吃完了啊。哎呀妈！那我回去了啊。脑瓜子，你什么人啊这是？哎呀！咋还不来呢？你要今天来了，看我怎么整你！哎，青青啊，来了呀！不是，今天怎么桌子上空了呢？啊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大餐了，你稍等，我给你拿去啊！青青，等啊！哎呀，大餐！行。哎呀，那菜呢？得看好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吃啊，给你准备的。不是青青，这是菜嘛，这也不能吃啊。第一个菜啊，是我们家最好吃的一个麻辣水煮鱼。第二个是我斥巨资给你买的狮子
头啊，我自己都没舍得吃，都留给你啊。第三个呢，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虾，我还给你拔了皮儿，给你做好。最后一个呢，是我这辈子最想吃又舍不得吃的梅菜扣肉，丽莎赶紧吃吧，好的都留给你。青青呢？我说你这是不是脑子做梦了呀？你这是啊？不是，这不能吃啊，咱不吃，我回家。来，你吃吧，在我家吃吧。来，今天给你吃，给你吃个够，来吃。孩子叔叔爷，来。那姑娘，我不这样。走。季姐。咋了？我。这都饭点了，快饿死了，你出去给我买俩菜呗，顺便再整点酒。行，知道了，等着啊。哎呀，好，快点啊。嗯，买俩菜喝酒。哎呀，一个人还吃那么好，还拿的酒呢。你说说他每天在我家蹭饭吃。哎，有了。那不是你蹭饭蹭我家来了？那你天天在我家吃，我还不能在你家吃一次呀？你吃就吃，你关键你还打包它干啥呀？啊，你说这个呀，那啥，我弟一个人还搁家呢，他也没吃饭呢，你也吃不了，我顺便带走呗。那啥，我就先走了，我也吃饱了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两瓶酒你也不喝了是吧？菜也没有了，我就拿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月好不容易吃顿好，还被人家给蹭走了。啥也不是，咋还不回来？咦，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呢？酒菜。哎，这么老些菜呢？对呀，这得不少钱吧？我一分钱没花，看你姐的本事是不是呢？那啥，赶紧拿碗筷子去，赶紧吃饭。快点啊！谁看？你说说，你昨天晚上又没回家，是不是又搁哪儿洗脚去了呢？那洗脚咋了？人家不是给打折便宜吗？哎呀，打折便宜是吧？来来来，把手机给我拿出来。你是不是手机上又加了不少妹子呢？那人家不非要加我，我有啥办法？再说了，那加微信为了不是打折吗？你每次都是这样说，是不是呢？哎，真是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了。不想过就离婚，现在就你事儿多，天天巴巴的。你说的啊，离就离，走走走。其实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那离都离了，你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？我其实咱俩离婚，那最大的伤害是孩子。你说我也是，咱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了，我还天天洗脚。咱俩离都离了，你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？那要不咱们复婚吧？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俩做一个测试，咱俩背对背，然后各自向前走十步，如果第十步的话咱俩都回头了，然后咱俩就在一起，行不行？行，开始吧。第二季是我来了。